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补铁小编。那这个礼拜，韩服除了推出恶魔王单手剑跟符石的保底制作之外，武器强化设定也做了相当程度的变更，特别是英雄级以上的武器都可以直接获得更多的能力加成。那原本武器最高可以上三阶属性，调整之后呢，属性强化上限提升到五阶。那嘉陵的魔族武器甚至还可以直接上属性五阶。实用性的话会明显的大增，但是要强化到五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首先来看武器强化的调整，调整之后英雄级武器加8加9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伤害，由原本的加1提升到加2。那传说级的武器从加8开始，额外伤害由原本的加1提升到加3。神话级武器则不分强化值，每一次强化都会增加额外的4点伤害，但是通常神话级武器的安定值都是0。除了增加武器强化的伤害以外，当武器强化过安定值之后，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能力加成。举个例子，加9的英雄级武器在调整之后增加额外的 2% 伤害，传说级武器从加7开始就可以获得 3%， 也就是 3% 的额外伤害。神话级武器不用强化就可以直接获得 10% 的额外伤害。如果你已经手拿这些武器的话，那么伤害力将会直接而且明显的比以往更加强大。从这两把加10和加11的恶魔王弓来看，加10多了 2.5% 的额外伤害，加11则多了 3% 的额外伤害。这些伤害其实是不容小觑，而且重点是你不用花任何的钱去做强化，系统的这个变更直接让你的武器获得升级。再来是武器属性强化的设定，原本只能强化到3阶，调整之后只要是安定值6的一般武器，加10武器属性上限就提升到4阶，加11提升到5阶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这把武器的材质是骨头、黑色米索利这一类的这个安定值为0的武器，譬如说魔族之剑，你只要是加0以上就具备5阶的这个属性强化上限，这个对魔族剑来说又是一大的这个提升啊。至于这个强化属性，如果是以魔族的武器来讲，想要强化到加4以上的话，几率高不高呢？小编直接来重现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十张之后其实已经上三阶了，看起来很容易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用20张的这个属性卷轴来把它冲冲看有没有机会上到加5。在冲完上面20张的这个属性卷轴之后，你会发现冲到加3跟冲到加4加5的这个能力属性啊，这个几率好像有差了蛮大一截。前面3阶用10张搞定，后面2阶20张也上不了。好，那相信这个几率一定是有明显的这个落差。好，那在小编这个非洲运的情况下呢，可能我自己运气是比较差一点哦。那我们也有听过这个韩服的玩家，他用了10张就直接上加5阶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欧洲。不过未来这样子的设定，这样子的调整，会对这个武器的强化，尤其是魔族剑，它的这个实用性会有明显的这个提升。好啦，这一次的更新就先说到这边。台版2周年应该还会有新的赎回券可以赎回武器，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把你冲爆的魔族武器赎回来吧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影片右下角的订阅，就可以随时收到最新的改版影片通知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